观众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木头都是我特别弄出来的。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，你看，看我们的城市，看我们市民带着猫咪走路的样子。来这边狂种玉米哈。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什么。那个，先不要嘴炮，先不要嘴炮，你先赶快那个，不要再嘴了。你，笑死！我们现在不抽线玩喽，因为我想要有自己的那种，我想要有自己的玩法。那玉米给我。我想要有自己的进程啊！我想要有自己的游戏。爆米花怎么弄？长按。哦，他就帮你引导。再来，面包怎么拿？面包店用小麦吧。那小麦要怎么办？那种的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呢？聚糖，聚糖，然后再从这边买。你刚才不是要这个吗？